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日前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1年产业集群区域新制造试点名单，36个产业集群区域列入新制造试点，其中诸暨大唐外业产业集群入选。据介绍，新制造试点内容包括基于分行业产业大脑建设开展创新应用，推进核心技术攻关，发展新制造装备和软件，探索建立技术、人才、金融等服务供需对接机制，以及资源要素差异化配置和数据安全与共享等保障机制。在外业界，素有大唐袜机响，天下一双袜的说法。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大唐街道被称为中国袜业之乡，年产袜子200亿双，产值规模超700亿元人民币，分别占中国产量的 70% 和全球产量的 30%。 大唐袜业在制造装备方面优势明显，已累计建成数字化车间34家，示范企业11家，为打造袜业新制造企业群体夯实了基础。今年以来，大唐积极打造袜业大脑，在原有平台建设基础上，拓展产销供应、产业配套、支撑管理、数据深度分析、行业直播、网上商城等服务功能，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全流程共享，把脉企业需求，提供精准服务。而袜业大脑的政府端将整合有效资源，实现标准规范、惠企政策、资源要素快速推送服务。